可爱又有趣的益智游戏 Pudding Monsters， 要玩家们来动动脑咯。游戏当中每个怪兽都有不同的特性，像是沉睡的怪兽要被唤醒之后才能移动，而绿色怪兽移动之后会留下粘液，让其他怪兽也粘在上面。我们只要轻轻滑动手指，控制布丁怪兽的移动方向，让它们全部结合在一起，就算过关。不过啊，要是想要让它们刚好停在星星上，获得三颗星的奖励的话，可得要多思考一下才行哦。